走了啊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谁家生不出娃，记得来回顺堂让他找我啊。啊啊！哎，哎呦，您没事吧？抱歉抱歉啊。我一直暗自祈求可以在清水镇找到你，却有眼无珠。明明刚到清水镇，就已经遇见了你，却没有认出来，反而……最后不是也相认了吗？你是在担心街坊邻居吗？毕竟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，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小姐放心，陛下一再叮嘱要妥善安置镇上居民，镇上的居民都是拿过补偿之后心平气和迁走的，等到战事结束他们想回就可以回。那个石先生不能离开本体，他是如何迁走的？清水镇里和石先生交好的几个小妖抬走了他的本体，一起离开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前面不远处是一个珠宝商的住宅，曾是镇上最好的宅子，如今做了将领们轮番休息的寓所，请陛下暂且住在那里，等陛下稍作休息后可以随臣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可是迂腐，陛下果然对清水镇十分了解。换个地方。不，就住那儿。好，就住在那儿。小妖，虽然可能性很少，可是我还是害怕。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。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。你说得很对，在实际作战中你可曾发现当初制定的战略有哪里不妥？陛下制定的策略非常好，是臣贪功冒进让陛下失望了。百年相交，岂会因一次胜负就令我失望？我只是好奇背后的因由。当年和浩陵作战时，陆收一胜再胜，你都没有自乱阵脚，为何如今会贸然追击？你我相知相交，共过生死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的？不着急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。
我只求你性命，小姐。小姐，赤水将军重伤，陛下请小姐过去。 真着点儿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流了些血，没有伤到要害。小妖，他如何？放心吧，确实没有伤到要害，现在血已经止住了，再休养几日就可以好了。 我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帮我挡下这一剑，我今日必死。臣不敢当，相柳肯定早就埋伏在附近，等着刺杀陛下。可陛下今日中午才到，不过一个时辰，相柳竟然就得到了消息，是臣失职了，臣定会彻查此事。 这次来刺杀，是抱着必杀的心。他用了自己的血做毒，怎么解？相柳长期用各种毒药练功，这世间没有毒药可以毒倒他。他的血，就是天下之毒。连你也解不了的毒。我用尽天下灵草炼制毒药，想毒到他都没有用。相柳的毒，我解不了。 这毒也太霸道了，就算你知道解药，也来不及配置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风浪，对不起，你们别这样，迟早一死。 如今虽然早了许多，但这一生，我想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没什么遗憾，就是有一个人放不下。风龙，你说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 陛下饶过心月，心月的，他勾结涂山后，谋害泾河小妖。我在清水镇时就已猜到，却因一己之私瞒了下来，本来无颜求陛下饶恕。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心月，她是个看似精明，实际愚笨的姑娘。 我求陛下，求陛下，我答应你，我承诺吧。 月一世平安，紫金宫内所有妃嫔以他为尊。
陛下。我这一生只有两个人在我最危难落魄的时候给予我信任，一个是小妖，一个就是你。在当年的形势下，你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份助力，还是对我的认可和相信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这对我有多重要。千军易得，知己难求，帝王之路注定孤单。我这一生注定了没有朋友，但在我心底深处一直是你知己好友。七夕先生，保证如山，不是我，是景。景大看出了陛下才干，说服我支持陛下，请联合中原士卒。将军，洪枪率兵大举进攻，来势汹汹，还大声嚷嚷说我军主帅已亡，蛊惑军心。一直前线，谢谢。前线如何？敌心不敌，锦绣之援。陛下乃万圣之尊，岂能亲身射箭？不错。陛下万万不可涉险，陛下当以社稷为重。陛下，臣请求出战，定当竭尽全力，不惜一切挡住洪江。主帅亡故，军心不稳，如果朕不亲自出战稳住士气，一旦兵败，必然一溃千里，岂不正中了相柳下怀？于将，不是你领兵作战不如朕，而是此时此刻只有朕才能让军心稳固，士气重振。臣请求随陛下一起出战。有你随行，朕自然如虎添翼。只是丰隆刚刚亡故，有许多身后事需要处理。陛下，请戴玉江将军一同前往前线，这里交给我。于江，随朕出战。是。
萧萧，保护好陛下。是。小姐，已经忙了一整日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今日你听到凤玲说的话了？听见了。陈荣心月，该死！陛下答应了赤水族长，饶恕陈荣王后。陛下也是没办法，若不是赤水族长，若不是凤玲。躺在这棺柩里的人便是苍玄。西陵小姐，一定要找到内奸，如果不是他泄露了陛下行踪，相柳绝不可能行刺时机分毫不差。在下无能，不能手刃相柳为族长复仇，但这个内奸绝不能让他逃了。如果不尽快救出内奸，让他再泄露军情，只怕会危及陛下和于江大人的安全。小妖，这个内奸，我绝不会再给他机会泄露任何消息。江凉，我知道你能感受到我，滚出来见我。你可知道，你杀了曾玄，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天下苍生无数人的性命。那又怎样？洪江心怀故国，不愿劝降，的确令人敬佩。可人力与天下大势不可对抗，如今陈荣、西岩还有浩灵已成一统，你若杀了苍玄，大荒必定分崩离析，会再次陷入战火之中。舍天下大义，成全个人小义，难道这就是洪江心中的忠义吗？如果苍玄被我杀了，只能说天下大势还不是统一，又何来与大势对抗之说？我说的是否有理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？站住！真没想到你会为赤水风龙报仇，为什么不嫁给他？反正涂山璟都已经死了。别忘了，我叫九命相柳，想杀我一定要多射几箭，射得准一点。朝着这儿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若是再敢打苍玄的主意，
我就一定会去杀了洪江。这剑术是你传授给我的，你教我的是杀戮，我的毒你尝过，尝过很多次，虽然对你没有用，可若是想杀掉洪江的话，却是易如反掌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些年你受了我不少恩惠，你可曾真正回报过我？你想要什么回报？你的血。你的血是疗伤圣药，将来的战事不会少，炼制一些药丸没有坏处。好，我给你。你要多少？只要死不了，越多越好。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，除了洪江以外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妻子，只有可利用和不可利用，没有一丝其他。我以前总听人说，九命相柳，冷酷无情，我本不信，而如今我信了。我本来就是个冷血的妖怪，不是我无情，是你太愚蠢。是我太蠢。身端体质，过往恩情，我以血偿还。今夜过后，你我陌路，此生此世，我永不想再见到你。
心相思燃，燃情故，故可惜。一次雪落，等命运垂暗，等一生爱，等不尽思念，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的等待。成就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，柔情声许一声声，是监狱是禁锢，心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路是归途，命似雪舞一步步，是结束陛下召入寿侯秦芒赶赴清水镇，命入寿担任主帅，继续围剿陈荣叛军。我听闻陛下遇刺，放心不下，于是便跟入寿一块来了。没想到碰到姐姐元气大伤，我便主动请缨，把姐姐带回去养伤。苍玄呢？姐姐放心，虽然军中事务吃紧，但陛下一切都好。入寿已经接管军中事务。等稳定军心，陛下就会带着赤水族长的灵柩一起返回陈荣山。那就好。小妖已经知道了陈荣心月所为，我怕出事儿，没敢把小妖给带回来。恰巧阿念来了，就趁着小妖昏迷不醒，我让阿念带他回了西岩山。小妖怎么会受伤？苗仆说小妖甩开他，悄悄地出去了。等苗仆再找到小妖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迷不醒，没有搏斗的迹象。十之八九是和相柳有纠葛。风龙之死于大局而言不全是坏事，不过风龙在世，你怎么对待星月不重要。如今风龙不在了，你必须厚待星月。我已经答应了风龙，后代陈荣新月，保他一世平安。王后陈荣新月，玉字名门，公权亦犯，礼度悠闲，主雅化于归为，表方行于海宇，今赐珠冠一顶，玉兽花一对，白玉云样叮当一副，金如意云盖一枚，金方心云板一个，荣昭喜府，永期繁殖之随，亲哉。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一心贪恋紧抓不放的东西吗？我知道妹妹如今日子过得煎熬，烦请务必忍耐，一切等我打完仗回来，
无论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，你都流着和我一样的血，永远是我妹妹。铃兰，我哥哥死了。娘娘，让我这样一个贪慕权势、心胸狭隘的女人，我哥哥，我哥哥死了。娘娘，娘娘不可，我为了追逐一个完全不在意我的男人，丢掉了骄傲，失去了自由，变得面目可憎，心胸狭隘，还害死了哥哥真正在意我、关心我的哥哥。我不会做傻事，这个王后之位是哥哥用命为我换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的做王后，但不是夕颜苍玄的王后，是陈荣氏和赤水氏的王后。涂山璟，是我，是景景，他看出了陛下才干，说服我支持陛下，请联合中原士卒，我怕占了功劳，陛下对不起。老桑，老桑，酒。无论如何，这次感谢你的帮忙。你不必多虑，梧桐已立，凤自来矣。希望真有凤凰能看到我这棵摇摇欲坠的梧桐树吧。涂山璟，军医，军医，陛下，李勇长在哪里？李勇族长还在海上，正带着船队四处搜寻涂山璟。还没有消息吗？
还没有。明天继续找，不惜代价的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属下明白。说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我恩怨分明，赏罚公正，无愧于心。香柳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将姐姐带到羽山。王后果然信守承诺。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命连心的情人骨，也敢说中就中？地上梧桐香带老，天上剑剑不独飞，水中鸳鸯会双死。情人骨的确无法可及。当年我能帮苍玄解骨，是因为苍玄并非心甘情愿中骨，你根本没有把骨给他真正中上。我确实心甘情愿让你真正中了骨。
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，只剩下空荡，紧守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是不忘，静目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，等你对影一万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